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丽华学校 TVPSS 第八集。我是来自五中班的郭瑞恩，也是这一集 TVPSS 的主持人。在这一集的 TVPSS，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校在2023年6月24日所进行的越野赛跑时的点点滴滴吧。在冰线，夜色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。马到清水河里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。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，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。跑一直以来都是同学们非常喜爱的活动，在这一次的比赛中，无论是否得奖，相信每位同学都在比赛的过程中都做到了全力以赴，只要坚持不懈，终究会到终点的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